乌鸦的智商有多高？来看看这只在剑桥大学深造的乌鸦表现如何吧。这里有两根试管，一个装着水和食物，另一个装着沙子和食物。乌鸦只向装水的试管中投石头，这表明乌鸦知道水中的食物会漂浮起来，但沙子中的不会。在第二个实验中，提供给乌鸦一些白色小砖块与白色泡沫，乌鸦叼起白砖块投入水中，当它用脚一下就踢开了白泡沫，察觉到这东西很轻后，立刻用喙把白泡沫扔到了一边，只投入小砖块。看起来乌鸦知道只有重的东西才能沉入水底，从而使水位上升，吃到食物。在第三个实验中，给乌鸦提供一些实心和空心的砝码，乌鸦叼起实心的砝码投入水中，抬高水位吃到了食物。进行到第四个实验，准备了两个不同的试管，一个粗一个细，但粗试管里面的水位更高，乌鸦知道水位高的能更快吃到食物，于是只往粗试管里投石头，成功获取到了食物。在第五个实验中，仍然准备一粗一细两个试管，乌鸦按照上次的经验，先把小砖块投进粗试管里，但在扔了两次后，他就打算多尝试下，转而把小砖块扔进较细的试管中。乌鸦发现像细试管中投小砖块的效果更好，几下就吃到了食物。最后一次实验加大了难度，试管被换成了 U 型管，并且隐藏在木盒中。乌鸦立刻开始尝试，他先把石头投入到红色试管中，中间试管的水位上升了一些，然后他又把石头投入到蓝色试管中，乌鸦察觉到中间试管的水位没有变化，接着他就只往红色试管中投石头了。果然天天训练乌鸦做实验，这货都知道套路，越来越聪明了。